末演唱会提前彩排，催泪前辈彭佳慧惊喜现身，两人现场玩到忘我，但殊不知两人背后有个小秘密哦。原来大家有知道 Forever Young 本来是写给我唱的，对不对？对，我们是写在记者会上。对啊，不小心抢的。然后也没有就是觉得他不爱我，他反而是很开心哎，对，因为我们在这张专辑收这首歌的时候，我们私底下就见过一次面了，然后就跟他坦诚，开诚布公嘛，姐，不要这样到我这了。他就啊，但是你声音会很好听。哎呦，佳慧姐不愧是歌后，真的超大气。但小爱抢人家的歌就算了，还说要这样逼佳慧姐。你有听过她唱的版本？没有哎，我等一下要去听。她就如果在后台的话，逼她唱一下。前面站台小爱表示舒压，但对于日前表演失常，原来原因是这个。可能因为之前有点太督促自己，让自己失去了趣味，想要完成一件事情，完美的去做一件事情的感觉。但我现在蛮快乐的，而且最近的表演我自己还蛮满意的，所以我真的很希望到时候会让大家哇哦！那就期待小爱带给大家哇哦的表演喽！非凡娱乐台湾报道。